苗栗县三义的木雕师甘秀琴，其县道体六届台湾工艺之家工艺实验证，今日早晨手头加经营的工作室举行揭牌仪式，向甘秀琴的动画刻章，希望讲工业工艺之家故乡，做来传承同木雕一项手艺传承下去。专门托看来年木材料挑战关秀琴用铁片雕梁技巧，皮蛋材料本单型的感染现代元素，作品有传统同现代木雕内涵，透过软木雕刻有加体味，也被先到台湾工艺之家认证，希望大鹏也来推广彩体木雕手艺。恭喜大家掌声！祝揭牌四元。最主要是传承下一代，因为木雕渐渐断层，培养下一代真的很重要。我自己的儿子，他很有兴趣，我也把他拉进来学。为了推广台湾工艺之谜，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对2024年、2021年派人应届工艺家认证，成立工艺之家来做地方工艺文化店。不过办年过头嘞，一道工艺师毕竟高深，为了友好传承管理占地工艺技巧，中心旧年代再过整线2021年时，中央推荐86工艺师，最明显的2020的工艺师现役台湾工艺之家。他们的技术技艺给传承下去，那么协助我们在地推广的教学，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个技艺。关秀琴虽然是感染人，不过通过后做到三种目标，也是因为中央十七杀台湾工艺之家盛宴，将目标举十三年。苗栗县政府的希望，未来做到整合十年，将三年目标逐步发展到国际风气，我有行卡多年，欣赏到台湾工艺之美。下个新闻由你侬美丽报道。